心学，哪种方式能有效收心？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帮助孩子开学收心？多去学校走走。我的小孩在暑假的最后的一个礼拜的时候，他常常会有一句话挂在嘴边：我好想我的同学哦。哎呦，对，我好想看看我的教室哦。对，他会讲这种话。太好了，就是不想看到你。也是啦，对，已经看我看两个月了，受不了爸爸了这样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